之前上次我们有上到，就是用大腿的力量去带动我们的脚。那不只是踢蹼啦，不只是你要潜水或不潜水，不潜水的时候也很重要，也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，拍照的时候也很重要。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脚可以更长？就是潜水的时候有穿蛙鞋，它已经会变很长了。那我们在陆地上的时候，腿的练腿也是可以让你的腿型变得很修长，然后你拍照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一些角度，就是让它变得很修长，就可以哇，长腿姐姐。好，所以这堂课的重点是这个。好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大腿的力量。你们可以先踩，你踢蹼会怎么会看起来像踩脚踏车？是因为你把膝盖跟脚踝整个放松了，或者是你没有把膝盖跟脚踝保持伸直，但是又放松关节，是不是有点难了解？好，所以试试看啊，我们。